因为很多花友在给铜钱草加水的时候，都发现里面有很多小虫子啊、小蚊子啊从里面飞出来，问我怎么样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。我们只要买花几块钱买一瓶这样的防虫颗粒，两个月左右给它在这个盆里面撒一勺就可以了。不管是里面的蚊子啊，还是蚊子的产的虫卵啊，都可以有效的杀灭。两个月使用一次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不管是水培的还是这个土培的都可以使用。这就是一个夏天防虫的一个小方法，分享给大家。